此番上将军领兵攻赵，相邦只给了20万兵马，恐怕又只是占几座城池罢了。相邦还是一如既往，谋划、蚕食。再有半年，寡人便加冠，而后亲政。等寡人亲政之后，便开启灭国大战。 有何忧虑啊？似乎相邦对大王加冠亲政之事反应有些平常，甚至冷淡。相邦主政我大秦十余载，现在要他交出大权，反应冷淡、心情失落，都在情理之中。大王亲政之事，事关秦国，事关天下。 臣为稳妥计，大王应该准备第二条路。何路啊？罢相。为此你欲取相邦而代之，未免太心急了吧？臣认为魏稳妥计，大王应该准备第二条路。臣不敢欺瞒大王，秦相之位，臣确实想过，但臣绝不是为他而来。臣千里入秦，心中唯一念想便是辅佐明君早日一统天下。王侯将相不过是过眼云烟，李斯所求乃万世功业。若臣能助大王完成这亘古未有之事，便是做个无官无爵的谋士，臣也无悔。